耳伤案例：二零一三年八月九号，小男孩玩耍时不慎跌倒，耳朵跌破，鲜血直流。处理方法：一、马上用姜粉撒在伤口上；二、用红豆袋温敷；三、按推头部原始点。第二天，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号；第五天，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号。 前后比对，第一天、第五天。